那第一个牌卡三秒还怎么玩？我也来把挑战者，兄弟们，我说句实话啊，他要真是装备对质量好，他赢我，我可以接受。他永恩第一没动过，让我直接那叫什么，执法官给控住了。永恩没动过，然后呢，永恩没有春哥，永恩没动过，没春哥。五星卡全是一星的啊，就是5块钱卡全是一星的，就一个破八条，还没有布隆，你说他把我赢了。我这我就有点接受不了。阵容强度那不离谱吗？那不是有点离谱吗？阵容强度我还真没有能用的玩了。极客章还真就没啥用，回血吧。帝国也没用啊，帝国现在多弱呀！谁有勇跟玩法米拉？最没用的，那我没有有用的东西呀，你们。我极客我也用不上，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现在我就格斗家得了。这把估计又够呛，玩什么？那不再玩巨魔呗，再玩极客巨魔呗，还能玩啥？巨魔格斗家配一个回血，上来他妈给一个挑战者上，操！真恶心。我们开始行动吧。那这把那极客一个都没有啊？啊，有 EZ。算了，那就这样吧。有想法，羊刀挑战巨魔，有个屁想法！那不挑战吗？有什么想法？他还能玩啊？他能玩羊刀，而且那是极客给的装备，那羊刀。别在这叭叭了，我成心来气。活着就是战斗。完了，完了！卡萨丁装备卸不下来了，
用着吧。这不正好吗？格斗家给个护甲镀层，我养大虫了，挺好玩。我这变异，拿魔抗。拿锁子甲，我要个魔抗都得要啊！你也格斗家呀？但我估计他可能斗枪，或者是什么玩意儿的，不太清楚。平衡终于一切。你们说现在要不要把这卡萨丁卸吧了，然后给大虫子上个机器人，不行，不好用，算了，卡萨丁拿着拿着吧。给了，可以用卡萨丁先拿着吧。大虫子不给装备，质量低。不是咱变异无数啊，兄弟，你这牌这么来我就玩了呗。你自己说，我那个刚才我，你自己说，我那个章，我一个帝国章，一个极客章，那个狗屁用都没有。那极客章，那极客一共六个人都不用凑。你说我玩啥？我没有啥好玩的。你说我玩啥？我也想玩别的，那你说咋整？你说我玩啥？你给我选一个。沙米拉很强的。你就看我打这么长时间，有没有一家沙米拉站在前面的？没有。我的段位虽然不算太高吧，但是你给我找一个，你只要能给我找一个就行。这把你给我找一个行不行？你给我找出来一个，以后帝国我们就可以玩。阵容强度我就认可。你一个都没有呢，你让我玩啥沙米拉？你说。帝国名流赛恩其实可以，那上个版本玩行，这个版本没法玩。我看锁子甲又给大腰带，哎，火速出击，我们开始行动吧。装备给你报的全散件。这我估计又赢不了。能赢可以接受。哎
哎呦，我终于把这挑战者给他干了！哎呦，我漂亮！恨得我咬牙切齿，这挑战者他妈的！比如两个，看有机器人没？拉我大嘴，三四个机器人，拉普朗克吧。算了，拉鱿鱼得了。普朗克，比如两个，拉鱿鱼。家的巨魔装备不错呀、哎，土死，这家是极客巨魔，带格斗回血，护甲杜腾来一个。名流这把是前排的，拿个装备吧。哎，治疗护盾可以给大虫子回血，拿点装备吧，没有装备呀。治疗啊，想想没有装备，不行。没有装备玩不了，要一件装备。可以上个三赏金，一会儿掐点钱。找条路给我。格斗回血不选一吗？格斗回血。没，这加成有点太少了。哎，比如了一块钱，我操，漂亮！我要有雨量级，我也玩这个，实在是没有。先来锁着甲，没有拿魔抗吧？拿魔抗，游戏内 NF10，没啥用啊！你这云顶之弈。没啥可举报的内容。换个狙神。我大虫子一口吃了666，我们
暗示这把是第六，那应该不能。暗示我们这把肯定会六六六。这把打完。十几二十分吧，很快。啊，没事，那个没关系。我靠，这家也太猛了啊！我这五发明家有点厉害呀、啊，这大头，这大头这装备，我靠！你都是嫖的吗？嫖的二星狼人吗？真狠呐、啊！能给来个卡萨丁不？我卡萨丁没有，现在给个锁子甲吧。干嘛呀这？锁子甲，哎呀我操！我跟魔抗这么有缘吗？还有这三个乌鸦是要干什么？不想玩就直说。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这我感觉我得重铸了，我这两个救赎行不行？两个救赎应该也可以。还不低，低低低低低，忘了，忘地了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我们少，有人就快受伤喽。感觉够用了呀。我从不妥协，我不给巨杀，我决定这么给。你这把是斩杀的变异，你给个这玩意儿，那不挺厉害的吗？飓风带建设，建设还变异，不是变异也错了。飓风建设带斩杀，不挺好的吗？不够用啊！我操！看来不行了，看来得要卡莎了，没有卡莎死了。正在运转，我还给他们弹药。没有蒙多呢，
嘎里奥，要锁着甲还是要嘎里奥？要嘎里奥，不要锁着甲。出来三星我们就不死，递不出来三星我们就死吧，只能那么地儿，没办法，升人口这也升不上去。行吧，别在那摇头晃尾巴的啊，有乐子了。给不上，我这装备神了，我操，这装备给的装备简直神，神装备，我的妈呀，现在就靠这一手大虫子了。就慢慢磨，一下一下磨，蚂蚱不要了，卡钱了，不要。我们的契约这么小的虫子，这还小啊，这慢慢吃吧。有卡萨丁，记得让我上一个，记得让我拿一个卡萨丁。发明家
记了，打不过，太硬了。而且我那大虫子不吃小龙，只吃宝石，死了。行，不玩了，累了。